有人吗？小生进京赶考，途经贵地，想要讨口水喝。有人吗？ 已经开始考了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什么来着？哎，算了，阴阳指用的是哪根手指？我考的是文科。山下一群鹅，我也没听过这首诗啊。我怎么越答越多？完了。亲，你枉我干嘛呀？哎呀！
马娘红娘红，金木水。我怕妖怪跑出来。以下画面血腥暴力，老少不宜，请远观止步。有劳钟殿使。咸鱼，去！员外，你这脉象不好，将来恐怕还会招来邪祟啊！员外，借一步说话。近来，可有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。真是懂我。贫道可赠你灵丹一颗，内可修身养性，外
可去除妖孽，友情价十两。补身驱邪，你好，全都好。不急，待我加大药力。相见恨晚呐，天师。那咱们也不能一直做骗子呀。Thank you.
人山人海。那这人山人海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这洛阳城大，机会多呀。小鱼，想不想多买几件新衣服啊？想。欢喜，想不想风风光光的回长白山呢？想。好，那我们就齐心协力干几票大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一二三，赚钱。你们两个在搞什么？我让你们去吓人，怎么把人给吓死了？不是我们。老三，别找了，老爷不想见你。从今往后，这个家的女主人只有我。你个狐狸精，你把老爷藏哪去了？藏？需要藏吗？老爷眼里已经没有你了。我撕烂你的嘴！撕！撕！我一起干嘛呀？我害怕呀。怕啥呀？现在城里死了这么多人，他们都说是妖怪干的。这你也信啊？哎，玉哥，一会儿给个机会，我好好表现一下。千万别失手啊！那当然了，我想早点回长白山呢。难怪今天这么快。快去找道明仙人。哎，这个姓程的道士，走走走走。我那还没开始呢，那三姨太咔家自己就死了，真不赖我们。那刚才演戏的时候，你们俩怎么不说？这不怕影响你发挥吗？看来这事儿啊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喂，请慢，你就是中天师吧？几位大哥找小弟有何贵干？听说昨天晚上陈员外家是你捉的妖吧？没想到消息走得这么快。捉妖符五两一张，捉妖宝剑十两一把，镇宅镜50两一面，亲自上门捉妖100两，保证做足2个钟。中天师是吧？啊，捉妖是吧？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装神弄鬼啊？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不把银子给我交出来，我拆你2条腿。要银子没有，要腿2条，拆他。疼？你伤怎么弄的呀？出去踩点回来摔的。你怎么摔能摔这么严重啊？摔的倒不严重，摔下来之后碰到了3条狗，3条狗可大了，比我还大。我就在前面跑，3条狗在后面追，我就跑，他们就追，我就跑，他们还追。后来我没劲了。刚刚回来的路上，我看到有卖桂花糕的。哎，
今天怎么这么有良心啊？还有，哇！赶快去买衣服吧。先给我智商啊！哎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！华太师和华夫人都死了，我们赶紧回老家吧。秋香，老爷他们要是早点听了我的话，买了道明仙人的符，就不会有事了。那么贵，老爷会买吗？贵？你说钱值钱还是命值钱？到时候还不是有钱没命花？秋香，人生最痛苦的就是人死了，钱没花了呀。最近又死这么多人，案子总是破不了。我们赶快动身，马上离开这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当真正的捉妖师吗？就是，这不是有现成的妖怪吗？你怕啥？我不怕，但我也得真会捉妖啊！你以为妖怪跟你俩似的，又蠢又呆又萌？捉妖的事儿以后再说，保命要紧。看妖怪了！道明仙人捉妖怪了！看妖怪了！道明仙人捉妖怪了！哎哎，那怎么了？哎，走走走。道明仙人，道明仙人，道明仙人，道明仙人。本尊昨日出关，听闻近日城内有妖邪作祟，我已将害人梦妖降服，在这里给全城百姓一个交代。道明仙人真是大善人呐！道明仙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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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明仙人。梦妖，你作恶多端，滥杀无辜，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收了你。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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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仙人不会出事了吧？不会吧！老三，肯定是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
明仙人怎么了？你们看，他们妖术杀了道明仙人。哎，你们看，孟阳也不见了。他们是一伙的。他没有杀道明仙人。你当我们瞎？我们都看到他把道明仙人吸干了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！都给我闭嘴！就这个假道士会妖术，别逗了好吗？他什么法术都不会。有人亲眼看到他捉妖的，都是假的。他就是去有些人家里装神弄鬼吓唬人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妖怪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！这把是我家祖传的斩妖剑，将来我一定会成为捉妖天师。就你这还斩妖剑呢？就是一把破木头。对，当什么捉妖师？破木头。哎，你把头发拔了，给他炖点汤喝。啊哈！你看我哪儿有头发呀？我这个补气不补命。再说了，他这钟馗，他那个，总之吃我不好使。那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别急啊，我找个同行问一下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谢谢啊。哎，怎么说？他说，此地有一株护心草，是保命奇药，吃下去一准好使。这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啊。哎，赶紧叫。办正事儿，那个就是护心草吧。啊。小兄弟，这株仙草可是在下的私有之物，可不能说摘就摘。你是？在下姓房，是本城最大的房产开发商。二位是来买房的吗？这房价现在这高，你把我当了，那我也付不起那首付。我们是来买护心草的。这护心草可比我这房子贵多了，无价。那就不能用其他东西交换吗？你是鲛人？传说鲛人鳞在夜晚可以发光，若您肯把身上所有的鳞交给我，这株仙草我就让给你。哎，放屁！你个奸商啊！鲛人鳞那是鲛人的第二条命，你把他拎拿走了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你们拿这株仙草也应该是去救命的吧？正所谓一命换一命，这难道不是公平的交易吗？于哥，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头一回见你这么喝酒啊。于哥，你不会真的要去割林吧？你等会儿啊，你等会儿啊，这样我找同行。哎，你别喝了，我找同行再问一问，好不好？肯定还有别的办法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。你等着啊，我找人问去。玉哥，就我这一院的同行，他们道行浅，见识少。别着急啊，明天
我找个法力高强的同行，我跟他好好请教请教。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，咱们俩那是妖啊，钟馗是人，人妖殊途。你为一个人，你何必呢？是。再说了，你就算把他救了，又能怎么样啊？咱们能活几千岁、几万岁啊？钟馗呢？他活个几万天，他都难，是吧？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我是人参呐，我有自己的人参观呀。我就是觉得你为了救个凡人，你何必呢？陪我喝一口。整不了，我是人参，一喝酒上火。不报啊你！你脑子里除了挣钱，你还有没有点别的？知不知道小鱼他为了救你，他做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遭了多大的罪？你这小鱼，村的捉妖天师了啊！你这条鲛人给村长我，好不好啊，小葵？你说你哭不哭？你哭不哭？哭不哭？你哭不哭？你不哭，我哪来的珍珠啊？啊！哭不哭？哭不哭？哭不哭？珍珠啊！我发财了，咱们村得发了。
为什么要救我呀？虽然你是妖怪，但村长他们是坏人，那你不会有事吧？他们不知道，咱们赶紧快走。那快点吧。好的。什么？你去哪儿了？小雨的鱼鳞被哪个混蛋拿走了？带我去找他。我走。哎，姓房子，给我滚出来！有何贵干啊？干你！你这么聪明，那我问你，我在道明仙人的梦里看到梦妖杀了道明仙人是怎么回事？没想到你居然有入梦的能力，看来我小瞧你了。这么说来，真的是他？他是谁？梦魇。梦魇？啊，我知道。据说这梦魇一族专为人类驱除噩梦，哎，是很善良的妖怪啊。那是在他遇见道明仙人之前，那个老姑婆心术不正，控制梦魇去杀人，自己再出来装好人，博取大家信任，一张符的钱顶我这套房子了。梦魇虽然法力高强，但是每日正午是他最虚弱的时候。明日你们务必把他抓回来。是，仙人。仙人，最近城里一些人一直质疑您的法力。王员外家的三姨太，还有城东的那个穷书生。
仙人。这梦魇怎么把道明仙人给杀了呢？那个老姑婆越想控制梦魇，梦魇的抵触就越强烈，直到最后整个人精神崩溃，才摆脱老姑婆的控制，才把她杀了。活该！如果要是没有人能控制梦魇的话，他就会一直滥杀无辜。哼，老板，我砍掉胳膊给你，你让我回东北吧，咱整不过人家呀。不行，小鱼还在外面，太危险了，得赶快把他找回来。糟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跟我来，千万别泄气。谁的手？干嘛呢？不是你俩想的那样。你这轿子可靠谱吗？废话，这可是我本命法宝蜗牛壳幻化的。你们说他走了吗？我哪知道。看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。不好意思，早上喝的萝卜汤。我去，这味儿！哎，把帘子放下。钟馗。平了吧。
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刚刚还是白天，怎么天突然暗了？一定是梦魇干的，看来他控制了整个洛城。对不起，之前都是我错了，你大鱼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哼，我才不像你这么小气呢。小鱼，干嘛？你刚刚……你别想多啊，我刚刚是为了救你，免费送你个人工呼吸。那你怎么变女的了？你管我，我想变就变。这个本事我也没有啊，钟馗，现在能救大家的只有我们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得试一下。
是不是没指望？已经不怕我了？看到了吗？你才是他噩梦的根源。拿去吧，赶紧把鱼鳞给它接上，兴许还有的救。
张天师，听说过吗？那太知道了呀，那是驱妖界的一代宗师啊，那老牛了。好，找到他，拜他为师，感化众生。哎，我跟你俩说啊，只要回了东北，就没有欢喜罩不住的事儿，是吧？社会一喜哥，哎，人狠话不多，保证你俩是吃香喝辣。那请问人参汤管够吗？你能不能把这茬给忘了？